皮配色呢也是皮克粉丝节的配色，意义呢是以茶会友，因此呢以中国的茶文化为设计的主要方向。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鞋子的设计上可以看出，鞋身整体呢以盖碗为配色灵感，正所谓茶色古香。那浓郁的茶文化气息呢翩然而来，那鞋头的大三角呢则是融入了铁观音茶叶的图案，整体看起来清新且清凉。model 纱线混织鞋面处以采茶女的竹编草帽为配色灵感，那清爽透气之余呢也特别的有意思。鞋后跟呢以回纹式的古窗为设计来源，那整体而言呢国风十足且别致新颖。那中底和鞋底部呢都有茶叶的暗纹作为设计的点缀，那整双鞋显得茶风十足且处处点题。那在鞋子配置方面呢，鞋面的 surface 系统呢提升了前掌鞋面的包裹感，那鞋头处延伸至中足的大面积的 TPU 侧向支撑呢，且经过加宽处理的单独设计的防侧翻角呢提供了鞋子的支撑性和保护性。那全掌的匹克澎湃科技以及后跟的田馥式匹克太极科技为鞋子提供了舒适脚感以及充分的缓震回弹。那同时鞋底处呢配有高强度的碳板，提升了足弓抗扭性能呢，也增加了鞋子的稳定性和保护性。那鞋底呢为橡胶大底呢，也具备了极好的抓地和耐磨性，那可以说是一双性能优秀的实战利器。那喜欢的朋友呢不妨入手尝试，那毕竟大三角的口碑呢是一直非常的不错的，那加上呢如此国风十足的配色呢，我觉得这不是不入吧。